呀！我现在不太服，我不跟你，还真不太服，就是不服。气成这样，真心的想，成绩已经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仨月，咱们玩成这样多不容易。真不容易。喂！今天应该晚上有事儿吧？有事按点儿到不？行，走吧，老弟。你干嘛在这儿呢？是吗？对，吃饭。好研究，他挺好学的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你今天能晚？你每天每次来要穿，每次我就提前半个小时来，跟他在那旁边的屋子等着开门，我们再过来。”刻意踢左边。哎呦，根本踢不到左边。他就浑身掉劲。不是，老师，这个球，你就这么一站，你甭想踢到左边，知道吗？你看坐。走啊，莫尔。你先喝杯水，泡完茶再下。他现在估计他学的，我感觉学的还有点门路了，小孩的进步挺大的，就一个月两个月时间没跟他下了，他的进步的特别大。反正我们希望他这个好好学一个，学点本事。现在的象棋都是我自己研究的，他们一看就明白是应该怎么下，所以他们占便宜占在这儿，我吃亏就吃亏在得用脑子记。但是好处也是好的，也是用脑子记。算错了。
不好攻，不是那什么，是不好攻。我守得很严实。工兵。明威那套是1990生下来1963斤重，在医院里面保温保了一个月，后来又一直生病，他的体特别弱。7个月的话，他妈妈发现心病来了的不懂得拿，那套马上赶回去，就马上从各个医院跑，治疗那个眼睛一直跑了两年多，但一直后来最后的同仁医院呢没法治了，专家会诊出来没法治。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在这里面见，他们泡什么茶，他这英文这么香，他知道什么茶。小时候我就有点可惜，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不高兴，他们为什么把我弄成这样，就是有一些赖父母，现在就不会了。他性格特别正，他感觉这个对的地方我们要说他错，他就这个他犟起来，两个就扭不过来了。现在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我们省心省了很多了。陈明国，你这电力员过得很，你要谁来的？那行，就帮我安排行吗？就没有就啊，这说明漂亮，最怕最的破恩过分了。第一个木我干嘛？我干嘛了？我干嘛了？这节约怎么样？哎，毛里啊！啊，节约毛里。你拿毛拿二，99吧。那祝你那比赛得奖。好。你真确定有吗？我要没有，我还说什么劲呢？一哥谁给你叠的？一会我姐给我叠的。你姐叠的时候没跟你说开那空发哪了？没有。是不是顺着长缝扔下去了？别找了，你看那光能去。那就这么着吧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这怎么办呢？他老师也不一定有办法，我也不一定有办法，而且我现在就没办法。这进来这几个队跟我们实力都相当，这输一场也许没事儿。就比如遇上那，比如遇上那年葡萄牙、朝鲜，那就是那个，那就是那巴西，那就比如就这种情况，那种情况当然不太可能。第五，第四，湖南，还有两个。C4，山东。山东。C3。哎，你得看。每届世界杯也好，他都会有一个死亡之组。我认为我们这些应该就算是死亡之组。拿手机照一下就行了。B 组的这四支队，那么也就是辽宁、北京、黑龙江和广东，都是前几届里边前八名的队伍，这次凑在一起了。是吧？所以角逐可能是比较激烈的。打人！打人！打人！
里边的，这里面就我不拿吧，这没意思，这个嘿扔这里边是吗？哎呦我去，罗，你看罗老师吃了耳钉啊，你给我你先来首歌，对，那不能让我唱，咱们给鼓掌，来来来，咱们给他鼓掌，小哥嗯，快点，没事，都没人，咱俩不知道这些唱着，我给他洗个头。牵住你的手，牵着我的手，一二，伸出你的手，牵住我的手，我们共同描绘美好理想，快乐的生活是我们的追求，求之仁爱，名利自强，校园的路上我们放飞梦想。没了，还有呢，还有一个，没了啊，说一起拍个照啊，既是战友又是兄弟啊！啊！来，北京队的兄弟啊！啊，北京的吗？啊！来，你们往这边，往这边点，往这边，后边。来，接着唱，来上，对上。来，拍个照，来，我这脸还没洗呢。你们又干辽宁啊，手下留情啊。我明天把辽宁拿下。后边两个对手呢，都是比较强的，一个是去年的第二名辽宁队，一个就是上一届残运会的前八名的队伍广东队，所以北京队后边打这两个队呢，可能是比较艰苦的。我觉得他们能打平，对于初夏来讲就很有利。他这九号我看了，不见得是他那儿特别尖的，因为今天他训练带球的时候，他带球特别稳。对，广东这个尖子他的动作特别多，他带球动作就包括晃人呀什么的，动作特别多。没有那广东我的轻手。对，我的轻手。对，你再把广东换个队，但凡换个队你都没那么那什么。辽宁就有点着急了，给了犯规那么快就累积到了，所以说你就是心态不要没事儿，甭管他，做好自己。然后明天进攻的时候发球的时候要球，就一个人要。如果我要是喊赵叶成这边拿球，贴挡板进，张连成马上迅速，赵叶成拿住球，张连成迅速回到赵叶成这位置，然后赵叶成就在前面，你带丢了球，你第一时间反抢，包括张连成也是，丢了球第一时间去堵他。今天他们就好多球都是第一时间堵他就丢了，他带不下去了。然后后边三个人就随时准备，按咱们今天说的就这么打，做好那个吃苦的准备吧。虽然广东他们就身材没有那么魁梧，但是他们的拼抢也特别凶猛，啊，所以你们做好准备，不要去说我一下就害怕，就按咱们自己正常水平发挥，啊，超水平发挥，成也好败也好没有什么的，咱们努力了。就像刘老师那天说，就是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，啊，明天你们。动员，我说这精神已经不用动员了，啊！来，咱搭一个吧，来搭一个，来。四年前咱们是这样，历史就是让咱们去把它迈过，踏着他的尸体进入全运会，明白吗？我喊一二三，大家干啥呢？干啥的？来，不是咱这能过？没事，来，大手搭上，都搭上了，等大锣来。一二三，干！贯彻的不错啊，下半场还这么打，咱们就慢慢打，不着急。你们今天上就这个带球成功率很高。那个金明辉，我说一个问题啊，
你可以指责我们，但是你就一个要求，来了你球你别玩面喊，你一喊谁都听不见球了。你知道吗？无论我那犯规怎么着造成的，这么喊造成的，你不是不是，兄弟来了人，你别喊我们，你别乱，你别乱，你不要喊我们俩，我们俩都不傻，也听得见球，听见了吗？不要喊我们俩，再来点，不会没事啊，不是说你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咱们这时候最齐心，最齐心了啊！加油，咱们有机会啊！咱们怎么吵？枪口一直对外的，就是就是，我们怎么着枪口也不能对你，真是！一二三，闭眼！左边，左边，跟着大队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左边上，左边上，快！能看得见，就能清晰地分辨白天黑夜，清晰地在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。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蜜枣？这都不用买，这你买它买这个买啊？这是枣，就干枣，吃的那种枣。干枣？这哪没卖的这枣？干枣？这个北京有吗？这种东西都有，风枣什么这些都有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呀，老师？这个特奇怪。榨菜吧？这是什么豆？太好，其实我挺想吃这东西，我想拿个这个吃，一共四袋。你说四袋的，刚才张总说的，给罗浩拿两袋的。这边有炒勺什么的，拿不拿？洗菜盆什么的，洗脚盆。有锅吗？我来一个。有，还真有，边上有爱仕达的。跟上啊，搭上啊，我有。赵远成跟张远明天还得做好困难准备，就是肯定这体力方面还是得这样，多变相的明天进攻上，反正去年打了也别想着去年那球，因为去年的实力跟今年不一样，而且还有今年还这样，不是山东辽宁还这样，对咱们进步，而且今年你看广东啊，不是辽宁，他打广东他也着急啊。今天的北京队打去年的北京队，至少能拿打个2-0吧，我觉得拼吧，最后一场真是最后一场也是拼了。不用去想结果，你打好了，你只要把自己发挥出来，结果就会出现。哎，咱就拼起就完了。对，哪的，就是各自身上存在小毛病，就明天就脑子一叫功能不行，这样别办就别办，就拼就。就一共就50分钟，对，拼吧，挺住。前面你得顶他，你不能老放他。六一，有。能不能打球上不？怎么样？抢！对，拿住，没人，没人啊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中间没人，变向，左边快下，好，右脚下，拿住，转身回来，好球，回来。
老师，我真没感觉，老师。啊，行行，是没错。金明辉相当的可以，站位手一站位手贴住了，贴住他身体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跟左右移动，咱练的，你必须，你不要老在他背后，背后得抄在他前面来面对他，明白吗？只要不动手，不犯规，没问题，就这么跟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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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对三，接着，接着，左边往上顶他，往上顶，站位手是你的呗，没了。这样真心的想成绩已经不在乎了，我现在不太服，还真不太服，就是不服啊。告诉我你们谁赢？我们！谁是英雄？我们！